还不是怪你，你要给他买那么大自行车，买回来我就说太大，把那退了。你俩都不愿意，迟早要出事。你俩的原因，他要你就给买，还买那么大。不是还能买那么大，是因为，那个价钱500块只能买个26的。二十寸的，你也冥想一下，他要啥你就给买，他要天上月亮你也去给摘。跟你说，小孩不要骑公路自行车，太危险了。今天涵涵过生日，早上过来给订了蛋糕。好嘞。虽然那边下雨，还挺凉快的。我觉得给涵涵搞一个蛋糕的话，上面要有。不，我上面要画一个书、足球和自行车。你给俺要求给俺说。能。要个蛋糕。蛋糕，男孩。我们中午要能做出来的。中午几点？十二点。等一会儿一十二点一点啊。男孩是女孩的？男孩。刚才订了一个这个，小足球。要一个啥？这次给涵涵上面放一个足球，本来想再放个自行车，算了，最近自行车先冷静冷静，以后骑自行车要保护好自己。足球也不错。蛋糕订完了，买一些菜，里脊肉。老板，里脊肉。快过端午节了。满都是粽子，挑些水果，再买点樱桃。樱桃，这两个都一样是吧？价格？这个10块，这13，这个大一点，这个是一个品种。哦，10块行了。好，这两天樱桃越降越低了，蛋糕好了。对，好，再拿一个披萨，对，差不多吧，15。哦，这披萨可以啊，10块钱，那实惠啊。哦，对，哦，可以。蛋糕要提醒，别晃啊。哦，哎呀，还挺漂亮，小足球，哈哈。OK， 哈哈，就是看开车可能倒了。咋样？觉得这个？这个是棉花糖。对呀、啊，棉花糖。嗯。你放学把你同学叫来一起吃啊。嗯。拿个好米。我今天给他炒一个尖椒炒肉丝，按我的做法。土豆，土豆排骨，我昨天看了个尖椒炒肉丝的新做法，要调一个料汁呢，一会儿都有锅凉了，炒好的肉丝先倒出来，生抽、蚝油、肉丝倒进来，好了，出锅了。怎么样？看起来有食欲吗？不错。水果。今天涵涵过生日，准备了一桌子菜。
蛋糕现在点不点？吃完饭再点吧。吃完饭啊。吃完饭点啊。我都不会来。另外呢，好好好，那一会儿咱六点就开始，放学也跟你同学一个一个打，啊，必须要跟你同学一块儿，那先吃饭呗。你晚上等他们放学之后，可以邀请你的小朋友来我们家。嗯，这个足球员是谁？不知道。你刚说这个是什么？你就当他 C 罗嘛 ，C 罗。C 罗。小卡卡。小卡卡。人家本来就是躺着吧，没有，本来站着呢。这咱刚开车的时候可能给倒了。怎么坏？喜欢这个蛋糕不，女孩？嗯。喜欢这个蛋糕不？嗯。足球，我就知道你爱足球。本来说给你放个自行车的。嗯，有信号吗？嗯。没有信号，没有。嗯，等你好好。喜欢足球。恢复了，然后再说呗。你下午再给俺们店里炸几份。嗯，看电影，炸几，再睡过。我再买两个可乐雪碧，咋样？你们这样。嗯，这青椒就有青椒味道。嗯。哎，你尝这样子炒尖椒肉丝好吃不？好吃。这样炒出来肉比较嫩一些，而且没那么干。你来这排骨呗。这排骨。你这么也吃吗？可以啊。来。我也吃，咱一人一个排排，咱排骨吃完。我都吃一个了。我说你爷爷小时候就吃不起这东西，这都是，嗯，可好吃了。但是煮的这么烂。菜，我说呀，以前是咸的，现在是淡。下午再买点水果。有吗？还有。有吗？爸再给你买。还有呢，我们没洗完。燃煤。嗯，可以。你还想要啥？嗯，你生日还想要吃啥？绿葡萄。葡萄可以。没有绿葡萄，那就买一个紫的。绿色那种葡萄是吧？不是，没有绿葡萄，买紫葡萄都可以，都是葡萄。好。下午肯德基、可乐、雪碧、披萨，还有水果、杨梅，还有你的蛋糕，足球蛋糕。那你是？可隆重了，我跟你说。通知七点统一来，还是谁有时间谁先来都可以。你就说七点，你就说七点。都来吃，涂伤口，抹点碘伏，还要把它狗抱着，因为吐的时候有点疼，咬着狗就行啊。你爸明天就走了。你爸没看吗？哎，疼，忍一下。不要，你别动，你越动一会儿把你伤口死了。你还想叫谁来？可以现在就开始打电话了。现在六点了，快六点了。嗯，你叫神父过来。咋可能那么严？你连飞过来都来不及了。那他飞过来吧。陈普他表哥在苏州。不要偷吃哦。等你同学来了一会儿吃，都一起吃。小佳买完肯德基回来了，买一个套餐。准备了满满一大桌。快进，快进，来，不用，不要送礼物了。我靠！进，不妥。快快，吃啥？来，小朋友。你跟今年九岁呀、啊？刚满十八岁。刚满十八岁。哎呀，又错开了。别，默默。那就错开了。哎呀！你你叫警察来我们家吗？哦，是那个人陈普。是
女孩都是高兴，因为朋友都来了。我给你把这拿过去。在这儿。我玩烟卡啊。我玩不了，当三个。我玩当三个人。一人三个。哈哈哈！太牛了，这么多。太牛了，来康，你看卡了。满出。刚准备的汉堡太少了，我想着才来两三个人，没想到来了那么多人。然后我现在再出来买点汉堡，还有披萨、蛋挞、鸡米花之类的。你们啥没吃的吃点，汉堡买回来了，汉堡炸鸡都买回来了，披萨还有什么？哦，蛋挞。来，快点切蛋糕，有的小朋友我要回家写作业了。一二三四六七八九，对，把人着急了呀，哥哥是不是？他们还要写作业，先七点半了。我们不会用软件。喂，别动了！哎，那你戴，把不是帽子先戴着，牛一涵。牛一涵，帽子先戴着。呗，你每次什么都不吃，你啥都不吃，真的不吃，汉堡也不吃，鸡肉不吃，水果我今天吃了，尝一口，剩下的吃不了。你看，牛翔，你不要勉强。小翔每次都特别的客气。小翔，哎，就是玩呢。这刚是买肯德基送的，你喜欢把这个送给你，好，一会儿给你记得带回去。祝你生日快乐，梦门是八月份，给你到时候也来个证。谁不着急回家的可以在这儿再玩一会儿，有的还没写作业呢。一向都没写。
你作业写完没，黄伟泽？作业写完没？那你可以在这儿再玩一会儿。我作业写完了，差点迟到。你写完了。行，拜拜。走吧。嗯。牛一涵今天过生日最高兴了，因为来了好多朋友，是不是？你今天几个愿望是什么？能不能告诉我抽到手？能不能告诉我？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支持，再见。